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观察众生欲复所复而起大悲，诸佛菩萨看到众生，看到一切现象，然后呢没有透彻的智慧，反而被这些现象所束缚。那小孩子看到玩具了呀，看到玩具的话你不买给他，他会放赖啊，他心情会不好，会生气啊，会闹啊。大人就不会了，当然这个没有就没有好了，这个不玩也不要紧。但是小孩子不行啊，小孩子看到这个玩具呢，啊，他要拖着大人给他买买。如果你买给他，他就很高兴啊；你不买给他，他就会哭会闹。为什么？他的心被那个玩具吸引去了，啊。他想得到这个玩具就是他的欲望，他被这个自己要玩具的这个心束缚了，在这个束缚当中他会失去自我，他会处在一种痛苦的状态。成年人抽烟喝酒，有的赌博，有的人好色，有的人贪财，为他所在意的啊，被他束缚住，因为这些束缚啊痛苦。诸佛菩萨看到众生陷在这种欲缚当中，被自己的欲缚然后苦着自己的这个不正确的观念，然后占据了自己的心灵，造成了人生的痛苦。佛菩萨看到也是可怜我们的。不同年龄阶段的众生的贪着，反过来束缚他自己，变成了他生命的陷阱。啊，只是说这种苦，你说是真实的吗？他只是因为愚昧，他的生命境界不高，他觉得有真实的痛苦。但是对于有智慧的诸佛菩萨看来，这些苦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佛菩萨为了要利益他们，为了要帮助他们脱离这个苦而产生大悲。观察众生莫生死海而起大悲。你看我们人也好，我们你看那个寺院的小狗也好，鸡鸭猪狗，天上飞的，海里游的，淡水里游的，地上跑的，四生六道一切众生都没在生死大海当中啊。投胎这个了啊，有的是胎，有的是卵胎神，有的是卵神，有的是湿神，有的是化神。哎，众生在这个轮回当中啊，
一回披上了毛，一回戴上了角，哎，一回做牛，一回做马。换衣服啊，像这个就投胎各个四身的六道的，就像换衣服一样啊。生了死了，在生命各个物种当中穿梭啊，就像去花园一样，去商店一样。请问这样的众生，他自己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吗？自己能不能解决？自己解决不了啊。所以佛菩萨因为看到众生沉没在生死的大海里，所以佛菩萨就像救生员、救护者一样，跳入大海去救我们。观察众生常因疾苦而起大悲，我们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思想啊，这些身口意的业，害得我们在生死轮回中，或是短命，或是贫穷，或是丑陋，哎，或是孤独，种种不如意，就像生命的病一样，哎，就像生命的种种的病一样，这些病谁感召的？我们叫自作自受，对不对？但是虽然我们众生自作自受那么多的苦难，佛菩萨忧心忡忡，看到了之后就像病在他们身上一样，所以诸佛菩萨看到众生的这些病苦而产生大悲救苦之心。观察众生无善法欲而起大悲，无善法欲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来烧香，我们来拜佛来，我们来念经来了，你跟你家里的邻居说，哎呀，你跟我到寺院去拜佛去啊。他说不去不去。你跟我去念经啊，不去。跟我去亲近善知识，不去。啊，如果你叫他搓麻将他去的。啊，你让他说晚上跳广场舞他去的。啊，上山上去爬山去他去的，愿意的。去钓鱼他愿意去的。做好事他不愿意的。这叫无善法欲。没有这个做好事的欲望。没有做好事的想法。没有做好事的动力。你拉也拉不来，带劝也劝不来。这种人多不多呀？这种人很多的。这种人有可能就在，不仅我讲的是邻居啊，有可能自己家里就有啊。无善法欲的人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的呀？黑暗的呀。他的前途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呀？痛苦的。他的生命是解脱的还是轮回的？轮回的。不仅轮回没质量，还没质量。因为他不造善法啊，一切善法才会得有福报啊，一切善法才会有快乐啊，对不对？哪怕想做个人，做个天人，你也要修善法，十善法具足啊，才能做人天呢，对不对？连善法欲都没有，那就可怜喽。观察众生施诸佛法而起大悲，为什么叫施诸佛法呢？佛陀告诉我们啊，这个人有两种是比较可悲的，就一个前面说无善法欲，他对善法他没有好要之心，他还没有起步学佛，还没有来学佛。还有一种呢，虽然已经学佛，但半途啊中断了，他学不学了。一个是还没起步，
第二个是中断了，这两种人是可怜的呀。这个学佛对命运的转变啊，有的人非常迅速，有的人立竿见影，但是有的人呢、啊，他烧开水一样，他不是说一下子就烧开的。有的人甚至一学佛了之后，哎，肚子还疼哎，啊，一学佛了之后还生病了。哎，在座的我们居士菩萨，我们师父们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学佛了他生病了，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好事还是坏事？好事。这叫为什么叫好事呢？说这个学了佛了怎么还生病，还说是好事。学佛生病这叫什么？叫重罪轻报。学佛人生病了，这是消业障。所以有一句话叫为善之人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他这个祸要远离的时候，他也有相貌的啊，有时候也是会啊，或者生病啦，人不舒服啦，烦恼了呀，哎，他这个祸哎要离开你了，你只要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哎，坚持不懈，要坚持的。所以这个学习佛法最后什么呀？啊，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没有遇到好的良朋伴侣，哎，没人劝勉他，告诉他。然后他有的人生了退堕之心，他不学了，本来戒恶修善挺好的，后来有人跟他说了，你说哎呀，好人好人没好报，他一听好人没好报，他就被听进去了，那我不做好人了。社会上是不是有这种说法？哎，社会上有的呀，说好人没好报，坏人天天笑。你想想好像是，哎呦啊，对呀，社会上有正确的说法，有不正确的说法，所以我们要学佛法，佛法都是正确的说法，世间呢很多不正确的说法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，亲近善知识，给我们正确的人生答案。所以诸佛菩萨对于这样子退失佛法的人，也是愈加的可怜他，悲悯他。纵使这些众生他退失，对佛法退失信心，退失，但是佛菩萨救度他的心不会退转。故菩提萨多者，上求下化。菩提萨多就是菩萨，菩萨的全称就叫菩提萨多。那什么叫菩萨呢？啊，标准答案叫自身觉悟了，但是为了救度众生的缘故，不忍心自己一个人跑掉，一个人求解脱了，他开一辆大车来，载所有有缘人都登上彼岸，都能够离苦得乐，所以叫觉而有情。他自己虽然绝了，但是他对苦难众生还充满了这种慈悲的情感，他不愿意舍弃一切有啊任何一个有缘众生，这样的叫菩萨。这佛法在人间3000多年传下来，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呀？是不是因为不忍众生苦啊？不忍众生苦在延续在人间的呀，延续在我们这个世上啊，啊，所以菩提萨多者，上求下化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
唯愿诸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成佛道就是什么？就是圆满福，圆满慧。学佛的人这个福报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哎，我们在座有没有发现，你学佛了是不是福报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？是不是？哎，我这个将近30年看下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我在看有些护持佛法的那么勇猛精进，我都在担心，哎呀，这样子护法，却发现越护越有钱，越护越有钱。福报从什么中来啊？福报从布施供养中来的，这个千真万确的道理啊。不会因为布施供养就会说啊，这个人贫穷了，不会的，这个很神奇啊。越布施越供养越有福报，小福靠勤劳，大富就要靠福报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基本上社会上也承认这句话的，小富是靠勤劳的，勤劳能致富。大富靠什么？大富要命的，你命里有没有福报？福报从哪里来的？从布施供养中来，从清净三宝中来，从尊敬出家人中来。因为出家人为人天福田啊，你们只要看这个人懂得恭敬三宝的，知道尊敬出家人的，这个人一定有福报。所以你去看那个社会上成功的人，无论是古代你所知道的有名的，从皇帝到社会名流，你所知道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恭敬三宝的。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中国人现在你看最说了，我们大唐盛世，哎，唐朝那么鼎盛，唐太宗李世民是不是恭敬三宝的呀？他对我们玄奘大师多少恭敬啊？大唐的盛世就是恭敬三宝的盛世。什么时候不恭敬三宝呢？那个时代他就开始衰落了。从古代的皇帝是这样，社会名流也是这样。你现在好了，我从古代历史上，你就现在也是的，能在各自的事业上做得成功的，能够成就一片天下的人，基本上都是有信仰的。没有信仰的人走不远的，做不大的。啊，所以皆共成佛道，成佛的过程当中就是修累福报的过程，修福修慧啊。我们生日老和尚的师父圆音大师，他就叫三求堂主。哪三求啊？来跟我念。求福，求福；求慧，求慧；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。哎，学佛的人幸福吧？幸福。学佛的人，哎，请问你是不是求福得福啊？求慧得慧呀、啊？求生净土得生净土啊？这就是因果关系，这不会错的。是不是？我们如果求福求慧求生净土，请问佛菩萨高兴不高兴啊？哎，就高兴啊。世间人呢，不知道求福，也不知道求慧，也不知道求生净土，糊里糊涂活着，佛菩萨会不会伤心啊？你会伤心啊。所以我们做人呢，要做明白人，对不对？要做明白人，不能做糊涂人。我们要做幸福的人，不能做苦难的人。哎，要做幸福的人。我们读的《华严经》也属于我们净土法门当中重要的。净土法门里面有一经叫《普贤菩萨恨愿品》，
是出自什么经啊？哎，就是出自《华严经》的呀。普贤恒愿品当中十大愿望导归净土，我们一起念啊。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请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世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，这个华严经啊，它这个念，你觉得每一天念，你每一天每一品每一卷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福报啊！不看经典呢，有一些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啊。我们第一个礼敬诸佛，我们读了经典之后啊，就会连礼拜，你看有十个。都分十个啊，礼拜诸佛，我们来到寺院我们都会拜佛嘛。但是有一些外行啊，游客级别的，哎，他从电视里看到的，他礼的时候啊，他叫我慢礼啊，他不了解佛是什么，他也没有恭敬心，他以一种傲慢的心在礼，这种礼他是不产生功德的。第二是忏贺礼，这忏贺礼呢，它就散乱心，一边作揖一边跟别人还在说话，啊，他只是那个动作在做一做，心没有到，没有心的，啊，第二个忏贺礼，这两种礼法是不如法的，啊，所以你看拜一个佛也要有人带进佛门的，也要有人教的，啊。那除了第一我慢礼不对的，第二忏贺礼也不好的，那第三我们大多数人啊学佛了懂佛了，我们会恭敬佛了，第三叫恭敬礼，恭敬礼啊，一边礼呀、啊、一边心情心跟礼是相应的啊，是心态是恭敬的啊。第四无相礼，无相礼就不仅仅心是恭敬的，而且心是有智慧的状态，知道佛是什么。请问佛有没有形象？金刚经里面佛怎么说啊？跟须菩提怎么说？说须菩提能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佛。须菩提怎么回答的呀？啊，须菩提尊者回答说：“不也，世尊，不能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是福慧圆满的，福慧圆满的佛，你从相上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像我们内在如果修了很多很多的功德的话。”从外面你会看得到吗？看不到的。这大概一下，哎呦，这个人有福相的嘛？哎，福到大过，很有福相的。但是你的智慧，别人是看不到的。啊，智慧是无相的。啊，那佛的智慧圆满，我们怎么能通过外相能知道佛陀智慧的圆满呢？所以要不要深入经藏啊？哎，要读诵经典，深入经藏，要亲近善知识。这样我们就会慢慢的开智慧，开了智慧叫诸相非相，金刚经里若以一切相
不执着，不做一切相身心，叫无住身心。若与一切相能够不住的话，这样子的人他能见到真正的如来，所以叫无相理。第五起用理，第六内观理，第七实相理，第八大悲理，第九总摄理，十无尽理。你看礼拜佛还有这么多的内容，我们如果不学佛怎么会知道呀？这十种理法呢，我曾经在峨眉山啊普贤恨愿品的讲座里面呢有具体的讲啊，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，就代表我们要深入经藏，我们要来好好的来念这部经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邮政话拨，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话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7388，012001197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九九流浪的河口，让你心中充满爱，不让生命受苦，这难以接生命，生命电视与您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华美德故事。孙康，晋代京兆人，官至御史大夫。孙康幼时酷爱学习，但家中贫穷，无力购买灯油。这么冷的天也要去学堂听课吗？是的，我早去早回，还可以帮家里干点活。哎，家贫子贵呀，这么远的山路，要是能正大光明的去读书，你这孩子一定会有出息。爹无能啊。爹，不要这么说，我偷偷的听也能学会。您快回吧，外面冷。
如果能天天读书该多好。放学了，嗯，给。谢谢你，我一定好好爱护他。你这样好学，不如跟我们一起去学堂读书吧。我们都知道你每天早早就去学堂，在窗外听课。你千万不要告诉先生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我听都听不成了。放心吧，我们拉钩。吃了饭再读吧。娘，你们先吃，我再读一会儿，天黑就看不到了。天黑得真快。劳作一天了，早些睡吧。爹，为什么别人家里有油灯，而我们没有呢？油灯要用灯油，灯油很贵，咱们要买灯油，全家都要饿肚子。嗯。油灯要用灯油，灯油很贵，咱们要买灯油，全家都要饿肚子。有书看已经很幸福了，人不能有太多的贪念。小孙康很懂事，从此就不再提此事。歇一会儿吧，进屋暖一暖，看你一脸的灰，也该擦擦干净。天这么冷，小心得病。好的，我不累，趁着天亮，早点干完活好去看书。给你，真的是孟子，真的是孟子，那还有错？我渴望已久的书终于出现了。刘父，谢谢你。知道你喜欢，所以和我爹好说歹说才拿出来给你看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十日为限，我爹也爱书如命，你最好在十日之内读完就还给我，不然下回我爹该不让我借书给你了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按时还的。顺发于全母之中，傅乐举于板柱之间，交葛举于鱼言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室。书看得怎么样了？冬天白天时间太短，还要帮父亲干活，挤的时间根本读不完。晚上呢？晚上没有光亮，更没法读书，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跑掉，非常可惜。没有几天了，该怎么办啊？这么早干什么？
这孩子你看着长大的，什么时候你见他睡过懒觉？你拿绳子干嘛？天寒地冻的。我到树林里捡一些枯树枝。还是康儿聪明，这火盆不仅能看书，还能取暖。看起书都不知道苦和累了，你看看他捧着书的那双手，全是伤口。明天我上山捡树枝吧。你又要冲米，又要打草绳，哪里还有时间去上山啊？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只要有书读，一切的苦我都能吃。再有几天，我的书就可以读完，还给刘父了。没捡到吧？雪下的太厚了，什么都被盖在了下面。家里的树枝也用完了，哎，我们又要提早睡觉了。九天已经过去了，还有一天就到约定的还书时间了，可是我还没有看完。孟子曰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映着雪光，可否读书呢？孟子曰：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。求在我者也，求之有道；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也。求在外者也。康儿，你在雪地里看了一夜的书。娘，我终于把书看完了，可以如期还书了。你这孩子为了看书命都不要了。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，我终于找到可以晚上读书的办法了。你还能动吗？快去屋里暖和暖和。能，不信您看。孩子他爹，你快来呀！娘，我的手不能动了。你这孩子，为了看书，命都不要了。娘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得起来帮您冲米。你好好休息，剩下的有爹呢。叔，你的书我看完了。他爹。啊？把那只公鸡卖了吧，给康儿买药。哎，伯母，刘父啊，快进来。
我来找孙康一起去听课的。你等一下。哦，这是孙康借你的书，他怕耽误你爹爹看，要我还给你。孙康没在家吗？孙康在家，不过病了。病了？他为了尽早还书，昨夜映雪读书着凉了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嘘。等到了放学的时辰，刘父的书就能还上了。刚才刘父已经来过了，书已经还给他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娘，您一夜没睡？娘怕你高烧不退。娘，您辛苦了。你小小的年纪，每天帮父母干活才辛苦。我不辛苦。这个年龄都是被父母疼爱的年龄，家里没钱上不起学堂，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娘，您千万不要这样说，读书只要有心，在哪里读都一样。孙康在家吗？嗯。伯母，这是先生。您快请进。哦。家里今天算是来了贵客，我去倒水，您坐。好。家里实在拿不出茶来招待您，只好以水代茶。哦。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刘父今天上课心不在焉的，而且一脸的不悦。问过了才知道，原来有孙康这样的孩子，每天都起早去学堂外偷偷的听课。实在汗颜呐，请先生宽限些日子，我会把孙康去听课的学费凑上，再给您送过去。哎，你们二位误会了。听闻孙康勤奋好学的事情，我就想来见一见这个孩子。啊，先生，这边请。啊，请。一见果然不凡。不错，孺子可教也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学生了。谢谢先生。先不要急着感谢，养好伤，跟刘父一同来学堂听课。先生，我家里太穷，交不起学费，白天还要帮父亲干活维持生计。你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旁听，然后在大家休息的时候做些杂活挣点钱，一样可以帮助家里。谢谢先生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珍惜您给我的读书机会的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以后再不要让父母担心了。知道了，先生。你是为了替家里省钱而伤到了自己，你的双亲反倒因为你的生病而充满忧虑。我太自私了，只想着早一点还书。以后可千万不能看得太晚，冻伤身体。是，先生。孙康，你好好研读，爹听了你映雪读书的事儿很感动，说以后你可以随意借我家里的书，给，不限定时间了，还让我向你学习呢。而且我爹还说要资助你灯油钱。能借书给我已经感激不尽了，
我会想办法夜读又不伤身体的。这样最好。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。舍鱼而取熊掌者也，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。舍生而取义者也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借着雪光读书而又不伤身体呢？难道晚上真的没有办法读书了吗？好办法不是想出来的，是被发现的，说干就干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孙康通过这种方法夜以继日地读了很多书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孙康砥砺求进，学有大成，终于成为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，官拜御史大夫。从此孙康应学的故事千古流传，他励志苦读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。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，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
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智慧故事，化身拾得大士，普贤菩萨应化人间的事迹中，当以唐代拾得禅师之行迹最为人们所熟知。他是由阿弥陀佛化身的风干禅师捡回收养，后更与世称文殊菩萨化身的寒山大士称为莫逆之交，因三者皆住于天台山国清寺，后人合称为国清三隐。别哭了孩子，你是迷路了吗？我送你回家。我没有家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也没有名字。那你跟我走吧。寒山，这个孩子是你们村的吗？既然这样，你愿意住在这里吗？愿意。你是我在山上拾得的，就叫拾得吧。太好了，我有名字了。灵毅，以后就由你照顾他。是。师兄，您快去看看，拾得在斋堂三野呢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颗明珠埋在暗中，可惜没有人能拾得啊。什么？你能拾得？小果身闻，别说大话了。大胆拾得，竟敢对佛陀无礼！啊，师兄，你如此放肆，以后不用清扫斋堂了，去厨房洗碗吧。是。师德，你犯了什么过错？怎么被罚到这里？工作不分高低，这儿也不错，拿回家去慢慢吃吧。谢谢你。那些乌鸦又来偷吃了。你接受出家人的供养，守护佛寺，亲近道场，却不管寺里的事，让食物被乌鸦吃得一塌糊涂，如何当得勤劳的执寺？师兄，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前来神来诉苦，说拾得打他们。我也做了这个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如此看来，这拾得一定不是平常之人。还有一桩事，我一直没敢跟您说。何事？前日我在戒律堂说戒，拾得和寒山赶着一群牛闯了进来。拾得，你太疯狂了，竟敢破坏说戒！那轮回生死、前程悠悠的众生正在这里聚头呢。无嗔即是戒，心静即出家。我性与你合，一切法无差。拾得，快出去放你的牛！我没在放牛。这群牛前生都是本寺的高僧大德，都有法号，不信我见过他们，他们都会应声的。前生律师侯静，站出来吧。前生点座光超，出来吧。直岁进本，站出来吧。这是法中。学生不持戒，人面而畜生，
你今朝此救，怨恨于何人？佛力虽然大，你却辜佛恩。以你所说，那石德……两位师兄，灵丘太守前来拜见。快请。两位大师，听闻寺里住着一位活菩萨，特来拜见，请他到州县讲经。去请石德过来。是。石德和寒山离开了寺院，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师兄。若干年后，小师父，你可知道石德大师？当然知道了，他是我们国清寺的传奇人物，普贤菩萨的化身。请跟我来。这些是石德大师的舍利子。小沙弥返回寺院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大众，大众这才知道他们所敬重的石德大师已在岩洞里示寂，就将岩洞号为石德岩。这个岩洞在国清寺东南方，约距离寺院2里左右的山峰上。